完成了。玩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洋人族哎，是因为我们都在其他地方画吗？有可能、哦，还是真的很少啊？可是我们以前也有去很多地方 啊。嗯，我摔到羊舍里面来了。你先把最上面那个二格木打成一格木，再补一个回去，要马上补回去。哎呦，成功！嘿嘿，出不来了，你想跳？想跳？哈哈哈哈哈！傻傻的，你这样子跳想出来？刚刚我挖开的，有剪刀就好了，搞不好可以剪羊毛。我只有夹子，没有羊毛。我听到僵尸受伤，可怜的僵尸。有啊，僵尸！哎、欸，不要进去！哎、欸，不要进去！不要进去！僵尸，不要进去！僵尸怎么进去啊？僵尸跟着我想进去。哦。好漂亮！我也去买信号弹来玩好了。信号弹，好贵的是。地上放没用啊！哎，之前明明可以的。哎呦，我看到了，我只看到烟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好漂亮啊！好像会照着飞出去的位置连续爆好几个的样子哦。对僵尸开枪不行吗？我对僵尸开枪。那个没伤害吧？有啊，信号枪有伤害的。真假？对啊，着火，着火了，真假？不好玩，没有特效不好玩，不要开启，不要对僵尸开。之前我记得会爆炸，但是现在好像改了。之前信号枪打天上也是爆炸而已，不会有烟火，现在改成这样子比较好玩。是不是很吵啊？哇，超吵的！噪音攻击，噪音污染。有人在看羊了，在看你的羊了。他离开了，刚看一下你的羊，然后离开了。他没有对你的羊下手，他是好人。哎、欸，我这个是音乐箱哎、欸，你看，哎、欸、，Look here， 你看那个音阶盒哎、欸，这个是音阶盒哎、欸，难怪打他发出奇怪的声音。你在干嘛呢？什么声音啊？好像那个烂泥巴的声音。什么怪声啊？打烂泥巴的声音。对啊，烂泥巴的声音。音阶盒怎么说？对，白白的长成僵尸。白白的，是粉丝。哎呦 ！Cute 哈哈哈哈哈 ！Cute 哈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哦，这边两只僵尸，三只，看看哦。Hello， 谢谢。哎，真的耶，僵尸跑去围观。
但是看到我真的真的，他去围观。真的、哦，你再放一次。哎、欸，不要打，好好玩哦，好可爱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他原本想过来找我，就跑去你那火焰那边了。好好玩哦！真的，这个 K 开头的。他等一下会把你羊给宰了。他掉进去了。他掉进去了，出不来了。